几点进去啊？早点进去了，我扛不住了，好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子东。然后希望在国外有时差的大家能好好休息，然后好好睡觉，然后不要一直熬夜什么的。然后我也会不少熬夜的。可以跟大家说两句话吗？因为那边是国外的，所以说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有国外的，大家各个国家在里面，只有在中国。如果说的话，一个说了，大家都说，有点不公平。